抓紧啊，别磨磨蹭蹭的，我得迟到。哎，爸，那个油条跟麻糍我买回来。好嘞。哎，叫凌霄吃饭。哦，好。芊芊，是你在里边吗？我在拉屎。赶紧的，我憋不住了。你别催，我拉的正说过多少次，不要在我刷牙的时候来上厕所。哎呀，知道知道了，下次不会，穷讲究。哎，啊，那你慢慢享受吧。哎，不带你们玩了。哼，还好提前准备。快点吃饭了，马上。哎，跟你们说啊，小江今年上高一，你们俩上高三，又在同一个学校，就别像初中那样了，整天让他请家长，请家长的啊！你们得有点当哥哥的样啊。嗯，放心吧，爸，我会看好他的。嗯，放心吧，李爸，我会看好他们俩的。李芊芊，凌霄是你妈子。